烧菜给我老公吃。结婚了？结婚了，还有我儿子。有儿子啊？又结婚了？那马上。你是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又变成有鲜洋葱，洋葱下去了，对。哇，有吃到了，吃在我就按部就班就可以了。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好，这样子。哇，今天大家都很忙碌，可以吗？那就可以吗？我们相信啊，加一点什么？不用再炒得更熟一点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他等一下就会很熟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会来加加肉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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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姐，你看我们这边香味都出来了。哦，那就找不到我们拜访。哦，帮忙。真的好快。我想他们等一下会干掉了。不会不会。不会很快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呛锅，好，先用醋来呛一下。师傅知道。等一下，先来一下，可以加了，加高丽菜。两个，对，队长都是领有这个厨师执照的哦。好，放水。好，可以加水，可以加水了。多少哦？好，来，够。一半。阿杰，猪是活的呀。我们煮的太开心了，你看连菜都活起来了。加点这个。对对对。哦，为什么？我们这边还有，我们这边还有。哇，色彩已经都出来了，我们这边真的烧汁了哈，对，烧汁很香了哈。嗯，来加点糖，再加一点糖，对，我们要加点糖，还加吗？要。我们这个笑脸听到隔壁加一点点糖，我们要吗？赶快啊，赶快不能乱，加一点点，加一点，因为糖醋嘛，有醋就要有糖。加一点点，糖醋吗？他们变成没有，可以可以，没有，他们变成糖醋面了。不是不是，我喜欢有醋就要有糖。明明看到微信上就没有糖醋，怎么阿姐就要加糖醋？没有，我做我们台，我可以了，台湾对对台式的，台式可以放吗？嗯，可以放。来来来，面哦，有点硬哦，没有关系，慢慢来，地热慢慢的就会开来了。要不要小点？都干掉。对，这个时候要小火，这个面。对。可以，你看看，香不香？合作，我回去如果是这样，效率、速度也是很好吃的，都呈现了。不然我回去录一首，他们会很惊讶。这边的木耳已经加进去，那边的木耳还没有加进去哦。我们密集的木耳，好密集哦，是这样子的哦。是啊，等一下我试吃呢，我会有一点担心呢。我们已经快好的，阿龙，你这就不对啦。只能够动口，其实不能动手啊！你没有事吗？有，我没有帮忙的，我们只是搅拌而已。对对，好有啊！我们只是搅拌而已啊，搅拌而已。对啊。好 ，OK。好，可以加菜了。加菜，我们大一点，怎么都加，什么都加，对，什么都加了，什么都加，看一下。我们加青菜了。说真的啦，贵公的朋友。这两对分别都是有证照的厨师呢，在做现场指导啦。要我来品菜的话，这是有一点难度呢。好，当他们在忙碌的时候，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，待会儿呢就回到现场看我们的成品。好了，看好像钢琴教程的。炒乌龙食材有乌龙面、洋葱、胡萝卜、青葱、青江菜、黑木耳、高丽菜、肉丝、鱼板条、蒜头。步骤：首先往锅中放入一大匙的油，待油烧热后，加入蒜头、青葱、洋葱爆香。接着加入胡萝卜、黑木耳、高丽菜、肉丝、鱼板条翻炒，然后往锅中加入水、酱油、味素、糖，乌龙面焖煮一分钟。最后加入青江菜、乌醋、香油拌匀即可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呢，两队的成品已经在这里了。我们先品尝黄队的哈，阿姐这队，你们离得比较远哈，我帮你们讲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是觉得没什么味道，好像没有期待中那种味道。我觉得可能你们没搅烂，对，因为就很烂了。对，已经很烂了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呀，真的好吃，面又 Q。焖了又够，就是说这个如果有盖子焖一下哈，会更好吃。这两个互相哦，在吐槽这样子了哈。那现在我们要来吃红队的味道。嗯，我觉得他没有阿姐，你的表情有一点过度哦。嗯，特写一下哦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觉得他们哦，我觉得有点过酸。
香啊。因为本身我们的已经有酸了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比我们更酸。我觉得这个你不觉得这样很有味道吗？没有，对啊，我刚刚还没吃呢，就是闻到人送多好呀，胡椒粉的味道，有加胡椒粉，有加有加。嗯，这个要给我们安姐品尝一下。嗯，更喜欢这种浓重一点的了，还是我们比较好吃。你们那个完全没有味道。双队为了自己的作品呢，大家都很有信心的哈。是是。那其实哈，我吃了，我来发表我个人的感觉。嗯，这个味道是属于比较正常一般的哈，一般啦，大概一般的口味。不过，并不代表说这个味道不好，因为它是比较重口味，它比较有酸味，所以有的人喜欢加一点醋，对不 对, 对，有的人可能醋就放的比较少一点，对对，放比较少。嗯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评选结果呢就这样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看下集再分析。啊，我们一直在等说是不是吗？哦，对，结果的，对呀，一定要有结果吗？一定要有结果，一定要有结果。安姐，为了我们的，你是我心目中的包公。安姐，你今天穿得好美哦，又年轻。知道吗？安姐她是个美食家，其实她最公正的。当然，她应该以她对专家的那种，以专家的角度来评论我们这个东西。专家的角度来评论的话，好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的两队都获胜了。皆大欢喜了。虽然这个答案哦，我不是很满意，可是还是可以接受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刚有讲了嘛，因为本来有口味有重的，哦，有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边就是比较淡，对，那这边比较重口味。那么我们制作单位呢也准备了礼物哈，那么除了有这个参加奖，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优胜奖，所以你们都可以获得双份的礼物，怎么样？非常幸运了，太幸运了！我们制作单位真好，慷慨呀，对，真大方啊，对。所以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您羡慕吗？赶快的到我们的来年广播音乐网的网站哦。还有呢，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参加2800200728002007哦。谢谢您收看我们这一集的台湾好滋味节目，台湾好滋味让你